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级数哈，怎么算哈？我们看哈，这个常数可以提出来了，就二哈乘以多少呢？西格玛 k 等于一到 n， 三的 k 减一次方。这个是一个等比级数了，哇，这二它乘以多少哈？我把它展开来的话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当你 k 等于一的话，就第一项嘛 ，k 等于一的话，就三的一减一次方，就三的一次方是一，再加多少 ？k 等于二的话，这二减一是一嘛，这三的一次方。啊 ，k 等于二的话哈 ，k 等于二的话是三的一次方 ，k 等于三的话是三的二次方啊，三的二次方，啊加，最后一项 k 你给它带 n， 哦 ，k 带 n 的话就是说，三的呢 n 减一次方啊。啊，这样等于多少？那二乘以多少呢？这个总共多少 ？n 项 ，k 等于一到 n 嘛，所以的话是一减多少呢？公比是三嘛，哦，那首项是一减掉呢公比三的几次方，总共有 n 项 ，n 次方啊。那这个两个可以对调，哦，这个约掉以后就是变成负一。那负一乘以这个就变成三的 n 次方减一。